系，咁样觉得点样成？即系完咗个感觉，有满足嘅。咁因为其实真系，即系唔系话卖惨情，但系真系开 show 前一日仲即系又发冷啊，又发烧啊咁样样。但系都即系好彩，即系广州嘅经理人佢哋啊，都好照顾我，即系咁俾啲药我食啊，系咁即系安排最少嘅彩排时间啊，俾我休息得好啲。咁即系叫做真系叫做真系。用我的腎上腺素 去完成了这个音乐会，所以即希望下次可以有一个全盛状态的自己去再唱歌给大家听。你因为什么事吃错东西？不是一转季呢，我个人呢就一定是感冒，即所以一年大概有两次是会有这个病情会出现，所以是这么啱遇着刚刚咁，但是就即系我就冇用呢个嚟做藉口啦，咁啊都叫做交出咗最好嘅自己俾大家咯，系啊。内地嗰啲巡演仲会继续嚟，定系话会再翻香港？嚟紧下一站会喺顺德先啦，咁我跟住我哋睇下反应，如果继续好嘅话，我哋就继续去，当然去继续巡回啦。咁啊，但系都希望年尾到啦，即系可以都可以，即系虽然而家系年尾。咁都可以開到一個新碟發布會啊，咁嘅類似嘅音樂會咯，係啊。